金牛座和什么座最配？金牛座保守喜欢安稳的个性，让他们常常缺乏安全感。那么什么星座能抚平他们内心的忧虑，成为他们的甜蜜爱人呢？摩羯座成熟稳重，责任感强，他们的结合不会有惊天动地般的恋情，但往往能够细水长流。摩羯可从金牛身上发现温柔与俏皮的一面，而金牛也能认同摩羯的真诚与可靠。追求纯真爱情的金牛座与处女座乐于服务他人的个性极为合适，处女座信守双方的约定，使金牛座能够绝对安心，但是双方也必须避免出现很强的嫉妒心与占有欲。巨蟹座待人真挚，跟金牛座一样注重安全感，巨蟹不会轻易流露真情，若到了可以信赖的地步，你将是他唯一值得吐露心事的人。两个星座的人一旦交往，如果没有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很可能步入婚姻的礼堂。